它这个脚从它指甲连在一起的，这个地方，全都下面都空的。你不要动，那个修的干干净净的。下面在空了，全部给你修掉。不会，修过走，因为走路还舒服呢。走路轻一点。对，还轻一点，舒服。全是空的。我去，这里面都碎。这里面都臭了，它里面还没有水一直在里面出不来，知道吧？在指甲盖下面都有味道了。我去，戴着口罩都闻到了。它里面有地方有在空里面的进水啊。对，这里面因为下面有水一直出不来。这个甲床太厚了，这个指甲倒是不厚，甲床厚，这么厚，修一脚放松就行，脚没事不疼，脚放松就行，脚放松就可以了。不疼吗？不疼。不疼，放松就可以了。这样会有一点啊，是不是有一点？也不敢，也可以。如果疼就说啊。哦。你这个甲，别动，甲床厚，然后都连在一起的，指甲和那个甲床连在一起的。这个澡堂那边，他根本修不了这个。他这个你表面这个刀啊。这表面刮刮不行，这个都能修干净，全部都能修干净，全部都能修的。因为这上面你看全是真菌。然后里面都空的，你看水在浸在里面，这肯定出不来。这个每天洗水洗的话的。对。把这些上面
真菌嗅下去会好很多，不会这么严重。那只要修过以后，和没修之前，你做好做好，这大变样。你有修过以后，你看你要做好。
我去，好干净。那你坐好呗，坐好，这边还没修，这边修好就好了，修了一面了，这边修这一面。